まあですね、一般の浄土教、一般の浄土教ではですね、临终的时候呢，阿弥陀佛他才来摄取我们，不是的啦。
だから俺は、阿弥陀なんやね。阿弥陀なんわからない、ね、阿弥陀仏に、接触者、こういうことに預からない人が最後の守りを死にかけにかける、人中にかけるやね。だから今回が来てくれるだろうと思ってそれを死ぬなってこうするんです。これは、この常来光ここまで来た人がこれが本当のですね、だからこれではだからこれがね三眼でいくとこれが低い、これが低い。这个没有真正被阿弥陀佛摄取的人呐、没有真正让这个本愿的人呢，他要把这个最后一线希望呢，放这个临终，就是期待这个临终呢，阿弥陀佛来迎了，而这个会期待呢，把这个最后一线希望呢，这个放在最后临终的临终来迎的人呢，这个不就是呢，不是邪定居的人，就是这不定居的人呐。因为呢，真正做这个正定居的人，当他平生的时候呢，就已经在阿弥陀佛来迎之中了，是不需要等待临终来迎的啦。所以我们昨天讲到这个三愿呢、十九愿、二十愿呢、这个十九愿的人是邪定居的人啊，二十愿的人是不定居的人啊，就有十八愿啊，真正入这个本愿的人，他才是正定居的人呐、我在这就在读这个，慢点。就是来引呐、从这个字面来看呢，好像是那个这个阿弥陀佛啦，这个观世音菩萨啦，大势至菩萨啦，做的那个乘云呐、这样子从那个净土呢，来到我们世间来这样子来引我了，这个呢，这个从字面上呢，好像是这个的意思啦，但是呢，这个来引呢，他那个心呢，是什么样的心呢？这个呢，他的心是大悲的心呐、是念念不舍苦恼一切众生呐、他是悯念呢一切呢苦恼众生呐、就好像是那个母亲呢在那个追忆孩子一样呐、像念佛的人呢都是佛的孩子啊，那么呢，佛对我们而言就好像是我们的慈亲一样啊，就好像是这个。这个慈亲呢，他等待呀，等待孩子呢回到呢这个自己的怀抱，回到父母亲的怀抱呢那种心呢。所以这个来引呢，他是呢这个那个如来佛呢，是这个佛阿弥陀佛呢等待我们回呢回本家回家乡的心呢。来引呢，比如说呢，自己要回家乡去呀、我帮他会到这个车站来接我了，到车站来接我了，那是从我们凡夫的立场来看呢、但是从那个做父母的立场来看呢，他之所以会到车站来接我们那种心呢、来接我们那个心呢、他是已经很迫切等着我们这个游子啊回家的那种心是很切的了。だから、仏法というものがな、なんで、仏法というものが、佛教也好了，佛法也好了，在讲什么呢？要讲觉悟了，讲悟啊。那么呢，一般的悟啊，一般的证悟啊，指的是什么呢？悟入这个心性呢，悟入这个真如啦，悟这个真如啦，觉悟这个真如是什么呢？但是呢，不同于一般佛教呢，这个净土教它所讲的悟啊，就是相当于这个觉悟的意义的是什么呢？就是呢，觉悟什么呢？觉悟这个佛心跟凡心是一体的，那么什么是觉悟？凡心跟佛心跟凡心是一体呢？这个唯有呢，自己呢。
这个无条件的投降，在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悲本愿里面，真正的归命给阿弥陀佛，那个当下才能够是呢，这个佛心跟凡心是一体的。来过去我都那，来红盖一片没有走，新来给你，你那边红盖一片，そんな呪いこと言ってては大事よ。我々はそこまでね。だからそんな良かった教師の遊ぶような阿弥陀仏の救いとは違う。阿弥陀仏は大知恵者やから、何もかもご存じや。だから一番いい方法で手を借り回してやる。这个呢，这个来引呢、就是说呢，阿弥陀佛这个本愿念佛呢，他不是说呢，要等到我，就是说我们这个最后到最后的关头的时候呢，阿弥陀佛他用这个来引的方式才来救助我们，不是的啦。因为每个人呢，那种因缘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受所证那个受请正宗的啦，不是每个人他都能够那个死得那么安详啦。但是每个人的业缘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因为阿弥陀佛他的悲啊，他的大智慧呢，阿弥陀佛智呢，他清楚众生清清楚楚了，所以呢，他呢，不等我们这个临终的时候，他来来引我们，他在我们都还没有想好之前，他已经先伸了这个大悲手呢，他把我们抱在怀里面的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要谈。如果执着来引人，强调这个来引的话呢，那就把阿弥陀佛的慈悲心呢，这个看得很小很小的啦。我帮你。好。现在什么问题？有问题的人，提出来。好。那么阿弥陀佛这么慈悲啊，他要报了我们啊。那我们每天就是十口气念佛就可以了吗？什么？十口气念佛就可以了吗？有没有效呢？我们不要做什么了吗？就是十口气就可以了吗？对对，阿弥陀佛在こんなに大悲の手で私たちを抱えてくださってるのに、一日毎日ただ唱の念仏だけでよろしいですか？何もしなくてもよろしいですかって。
起哪怕就是说对阿弥陀佛的悲心起一念感动啊，哈、哦，起一念这种惊觉的心呢，哈、哦，哪怕只是当下一下下，就是有所感触的时候啊，哈、哦，那个呢，让我们来领受到阿弥陀佛的悲心呢，你真正领受之后呢，自然而然的呢，因为这是人性、啊，当我们感受对方对我们的慈悲的时候呢，做人性呢，他自然而然的会起这种感谢。感谢佛的心呢、啊，那么在感谢的同时呢，会起这种惭愧的心呢、啊。那么这个感谢跟惭愧呢，他会呢，以会从这个，他会用这个名号呢，流露出来啊。而这个名号呢，念几声呢，那个已经都没有关系，因为每个人的寿命因缘不一样啊。好、哦，那个呢，这个当他呢，这个这种一念那种坚决的心呢，出来以后呢。到他那个一口气不来为止的那个念佛，他会不断。为什么？因为这是人性。啊、因为感受到阿弥陀的悲心的时候呢，感谢佛的心呢、啊，啊，跟惭愧自己呀、啊，惭愧自己这种贪嗔痴无明呢，他这种念佛的心，他自然而然呢，他不会断呐、啊。所以呢，这个上至一行呢，下至一心一生呢、啊，啊，这个是善导大师说的话。因此，老师说呢，这个呢。这个念佛呢，是呢一种呢感恩呢、啊，哈、啊，感谢佛恩呢，报答佛恩呢、啊，那种自然的人性、啊，自然的那种凡夫的情呢、啊，我们凡夫自然的那种情感的流露啊，哈、啊，自然的经文的显现，所以这个念佛呢，是我们呢对佛那种感恩报恩的心的流露啊，哈、啊。決してね、そこでいいとか悪いとかいう問題で、もっといい言えばですね、この、
这个呢只是呢这个告诉我们呢，这个阿弥陀佛要救助众生那种悲心，那种悲切的心呢有多么深，有多么重啊，就说阿弥陀佛对那个功德呢它是如何的广大呢，透过这个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的啦。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呢，那个有的人呢、啊、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很苦啊，他光这个呼吸就很苦啊，所以呢那样的，因为对在他平时呢这个有听闻这个佛法呢有进入这个本愿的人呢、啊、当他呢这种临终这种业障现前呢，好，那个即使他很苦啊，旁边的人没有叫他念佛呢，那个就是说那么在这极端痛苦之下呢，他呢不知不觉呢会这个佛号会跑出来呀、啊、都没有人教他念，他自己会念出来，到这个呢，送到这个呢，众世纪了。那么这个众世纪呢，它呢又说为这个三世纪呀、啊，哈。这个呢，当然里面呢，前面的地方讲到这个阿弥陀那个阿弥陀佛，他说故为大师主呢，普济诸贫苦了，他就誓不成正觉。明镜无一非台啊，本来无一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这什么意思啊？的境界啊，因为这是我们不可得的境界呢，所以我们说这个この歌詞はいつになったら亡くなるんですかって。ここ行ったら、ここ行ったらどうよ。往生净土啊，就到净土就可以没有的啦。だからここ行くということが一番な、一番大事なこと。今我々にとって一番大事なのはここ行く。所以对我们大家而说而言呢，往生净土最重要。那么在今生都没有可能解脱。それで、それだったら根性において解脱することが不可能ですかって。根性では真下脱は不可能。根性としては。就说呢，还是这个凡夫之身的时候呢，真正的解脱是不可能的。真解脱了。是吧？哎，只有往生净土才有。才是真解脱啦。この世で死んでやってなった人も本当におりますから。这个真解脱的意思就是成佛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凡夫以这个凡夫之身呢，要在此现身成佛，那是不可能的。对吧？因为从有地球以来，我们这个地球才出现一个嘞，释迦牟尼佛一佛而已啊，用这个人身成佛的。变心的。
信教徒得到的是社会进步的能力。历史上面，你可以带着。在我们这个佛教史上呢，真正现身成佛的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佛而已啊。所以说，我们凡夫要成佛呢，唯有到净土。南无三呀，国民党三点五，信教的徒までは言えるかどうか。離脱は言えるけど、信なんですか。離脱のことは言えるね。信教だとなったらね、これ、遠藤さんや旦那さん、ちょっとそこまで言えるかどうか。像这个慧能大师啊、达摩祖师他们呢、他们只可以说是达到这种解脱的境界而已。他们不是登顶佛，因为不是成佛。それはおっしゃる様は、本当信教です。これはもう、何千トップ。所以呢，那佛陀看到一个人给他指话嘛，你问的解脱是那个成佛的解脱还是？那这个我那边，解脱的我执，从这个我执解脱出来是不是？光明出来啊，而这个功德光明的出来，它的当下就是
大悲的活动了啦，啊，那么呢，他这个功德光明出来要做什么呢？就是呢，要度化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个本愿呢，是从哪里来的？本愿就是从这个呢，佛智呢，从佛智散发出这个功德光明出来，这个功德光明就是这个本愿啊，哈。那么这个本愿到哪里呢？本愿到我们这个人世间来啊，哈，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啊，哈。他不止来到我们这个人界，不是有六道吗？这个六道中，他连这个地狱道，连这个地狱这个地狱的道呢，这个地狱道呢，这个佛的光明呢，也有照射到那里去啊，哈。所以我们呢，在这个人道的我们呢，哈，因为呢，听闻到这个本愿的法门呢、啊，然后呢，接受阿弥陀佛的佛心呢，那种悲心呢，我们呢，被本愿呢，被这个愿力呢，被这个佛力呢，拉呢，就是呢，带回这个净土了，哈。所以这个净土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净土呢，就也就是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佛智呢，佛智的显现，啊。所以我们要得到真正的解脱呢，唯有呢依在这个本愿力救度往生净土呢，才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智慧啦，啊，也才有办法这个成佛啦。而一到达这个净土，就也就是呢，一如法界真身显呐，啊，就是说呢，这个一如法界真身显的意思，也就是成佛的意思啦。对了。本当に下脱、本当の下脱してるかしてんかは、これがあるかないかで分か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のないような下脱は、それゆっくりの下脱でしょ。因为真正的解脱呢、他一定必具悲心。因为真正的智慧、他一定呢、一定有这个悲心出来了。所以呢、就说如果一个人啊、他说他解脱了啦、他悟道了啦、啊、但是他没有这种救度一切众生那种悲心呢、没有力量出来的话呢、那种都是假的。所以呢，这种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解脱呢，他能够救度一切众生，不忍一切众生受苦恼啊，那个悲心他会出来。那でも物の値打ちはその働きがあるかないかで物の値打ちわかるんです。何もこのものね、一杯食ってもその働き苦毒がなかったらいいかって、これ不正だけです。所以说呢，这个呢，我就说我们要。看东西呢，如果他没有那种这种呢能源出来啊，没有这种呢这种功德光明出来啊，你说是解脱呢，那都是假的啦，啊。ですから下脱という言葉はですね、まあ使うことも仮にあってもですね、ただ症状の下脱もあるし、大乗の下脱もあるし。菩薩の下脱もあるし、菩薩になったら52段あるわけですね。52段の階段があるわけです。これみんなこの下脱の段階ということは、このここから光によって階段が出てくる。これの最上の光、ベストまで行った。ここが真下脱です。ここまでいらなかったら、本当の下脱言えないわけです。部分的な下脱です。这个解脱呢，它的内容有三种呢，哈。这个呢，因为这个小善的修法呢，它小善你沾上修，就说可以得到小善的解脱呢。那个你沾上大善的修，你可以得到这种大善的解脱呢。那么菩萨呢？菩萨还有菩萨的解脱啦，那么那个菩萨呢，他有这个52个阶段呢，每个阶段呢，他都有这种光明功德出来啊，啊，所以他修他那个解脱的那种深度呢，啊，他有多深，那个光明就出来多少啊。我修離れたと言っても、人間同士で見て我修がちょっとないぐらいに見えるのもそう見えるか変か、本当の合心がなくなるとなったらあんなにも深さがあるだけが。我是说要真正的无我呢，哎，这个呢，这个五十二个阶段就够我们修了啦，啊，所以呢，就是说以这个凡夫之身呢，啊，从我们凡夫的肉眼来看呢，啊，就
就或许那个人是无我，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人是无我的，但是呢，那都不是真正的无我，因为真正的无我又唯有佛而已啊。啊，所以要去除这种我执，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啊，对，就是。好，那大概讲到这里，有问题再问。我想知道咧，一個人往生，譬如一個人食，點樣知道佢係往生咗嘅咧？怎麼知道他往生？啊？怎麼知道他往生？啊，你到了澳洲是叫做加多加多士，都要得是，知道佢有冇加多咯？不是因为很多人难得了。哦，你说问他怎么样才知道那个人没有往生，对不对？你就说你成佛，你就知道他有没有往生了。就是他啊，如果他好虔诚念佛，他好信，但系我一知道他死咗之后，佢系咪真系去咗阿弥陀佛嗰度啦？系咪真系往生咗？一个很虔诚的那个佛教徒哈，他往生的时候，他想知道他是不是可以真的往生。看到有呢，好奇心啊，那些その那个すごくそのまあ。妙法蓮のような人、それがね、その普通をすごく、まあ、一生懸命精進されてる方が、それ、まあ、本当に恩を知ってるかどうか知りたい。まあな、それも、そういうのも一つの本物のね、前の頃から出てくる、まあ、好奇心、悪く言えば好奇心、よく言えば、仏教に対する、まあ、ですけどね。けども、お経に書いてあることには間違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これが一つと。それからお経の通りに、ね、確認できる、確証が取れるのは仏様だけと。文部は、ね、そんなことまで構えにいく、ね、そういう暇がないはずやと。老师说呢，你之所以会有这个疑问出来啊，因为你还无，就是心，因为我们心是无明的呢，所以你才会发这个问题啊。因为你的心呢、啊，它是在这个迷嘛。因为你好奇嘛，好奇那个虔诚的人没有往生啊。所以身为一个佛教徒呢，哈、啊，这个呢，哈、啊，这种心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会有这种疑问的人呢、啊，他是呢不相信佛的人啊，为什么？因为经典啊，佛是不打妄语的人，啊，就是第一点你要知道呢，经文所讲的呢句句真实，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呢？能够说呢，能够确证那个人有没有往生，能够确证的人只有一个，是什么？叫佛。啊，这两点经你要放在心上。第三点呢，我们念佛的人呢、啊，啊，如果要问别人有没有往生，要先要问自己，能不能往生，那个才是当务之急呀、啊。啊，这个还有闲情逸致去问人家有没有往生那个呢，那个都是把自己的问题呢。放在一边呢、啊，然后就在看别人啊，那个不是一个佛教徒该有的心态呀、啊，啊。释迦牟尼佛呢，他有告诫佛弟子们啊，这个呢，佛说呢，这个经说呢，跟佛所说的话呢，都是
实语、真实语，它没有虚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念佛人都要铭记在心的啦。因此呢，在凡夫之间呢，哈，在彼此之间呢，谈论这个那个人往生了没有啊，哈，谈论这个呢，这种心呢，那种态度呢，都是越权的啦，哈，都是越权的态度呢。而且呢，因为那个谈来谈去都是凡夫在讲啦，哦，都是凡夫在讲那个人往生了没有啦，那都是凡夫在讲，所以那个只是一种戏论而已啦，啊，所以佛告诫我们呢，不可以去戏论，不可以做越权呐，做这种为凡夫弄权，要先问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点呢，要问自己这个往生决定了没有，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啦。这个呢，这个是呢，释迦牟尼佛，还有呢，我在我们前面这个祖师大德们呢，他们告诫我们的话，因为我们可以往生啊，我们之所以可以往生，是佛心那个佛力愿力呢。依那个愿力，我们才可以往生的，而不是看到那个人往生了，我们才可以往生的，不是的啦。如果要别人有看到别人往生，你才相信这个法了，那你是往生不了的啦，因为你本身那种不是还有真正的正性啊。
朝闻道，夕死可也呀、啊，啊，那么呢，难在于哪里呢？难在于这个夕死可也呀、啊，啊，因为你要夕死可也，什么时候都可以啊，你一定要朝闻道，你一定要真正闻到道以后，才会呢，使得呢没有遗憾呢、啊，啊，所以呢，要如何呢？所以呢，这个童子他是在悲叹呐、啊，叹呢，这个呢，要死得无遗憾呐、啊，很难很难的、啊，好，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有这种闻道呢，要真正我们听闻佛法呀，要真正得到这种闻道的喜悦，在我们这个呢一口气一口气之间呢、啊，在呼吸之间呢，我们呢就要让自己呢这个真正闻法呢得到这个信心欢喜呀、啊，啊，因为唯有呢，唯有真正呢听。